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的2月2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12月28，那么明天呢就是小年夜了，是华严菩萨的圣诞。那个星期一呢，晚上是除夕，那个星期二呢就是初一的春节了，又是正好是弥勒菩萨的那个这个诞辰日。好，那么下面就开始那个我们的节目。喂，你好。师傅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感恩师傅。请讲。我1958年属狗，我想请问师傅看我的健康。58年属狗的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1958年。我看一下。那我从上面说下来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对对对对。那你的颈椎不好，颈椎。哦。头经常有点痛，睡眠不好。哦、对, 对。睡眠不好。对对对。那么再说下来，那么你现在妇科。有点问题，妇科啊，还有你的胸的那个乳房有点问题，肠胃也不是太好，最主要你的肾脏有问题，受寒之后你的腰酸背痛，听懂了吗？听懂，听懂。还有你的关节不好，关节，你的腿呀、两个腿呀、很不好啊。你现在两个腿啊，不是说很有力啊，没有力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，真的有一点痛了，好像没有力量。没有力啊。还有没有要注意自己子宫肌瘤？明白了吗？就这点毛病了。明白。你最主要的问题，我现在看见有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的一个女士在你身上。嘴唇很厚，嘴唇很厚，鼻子也蛮大，眼睛女的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这么一个过世的女人在你身上？明白。有，但是嘴唇薄薄的那个，不是厚厚的。她的嘴唇薄是薄在上面，厚是厚在下面。他个子高不高啊？叔叔，我看一下啊，个子是吧？个子如果是个子不矮小小、不是个很高的，不是很高的，是矮矮小小的，而且现在我看到他穿了件花衣服，就像丝绸一样的衣服。是不是死的时候给他穿了件丝绸一样的衣服啊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还小，但是如果当二个子小小的，我知道是谁，但穿什么衣服我就不知道。就是他了，好吧？我现在已经念了。你给他，但是你念了很多小房子，但是不是给他的呀？你现在要给你的这个人，要给他念43章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就是他生前我称呼他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吧。还有我的工作方面呢，师傅。工作方面，今年要到4月份以后才会转好，现在一直到3月份、4月份左右都你要忍耐一下。不是太好，变动性、流动性太大，听得懂了吗？不稳定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个人呢，脑子比较发呆啊。是你脑子反应很慢的。反应很慢，所以人家老板不是太喜欢你，你听得懂吗？对。你要自己努力的，你要嘴巴里要多念心经的呀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天
我每天我都有做功课。哎，傻了，你念的时候不是做功课，念的时候念心经的时候，你就要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让我开智慧，人能够更能够理解别人。哦，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开智慧了呀，因为你平时念的那些心经它都储存起来了呀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嗯，好了。我一开始第一句我只有跟观世音菩萨讲的时候给我开智慧，开智慧你要讲的，我就讲了这一句。你开智慧，然后你要讲下面的，让我在单位里知道人家想说什么，理解别人，要都要跟菩萨讲的呀。师傅还有问，可不可以帮我看我的儿子和他的身体健康，还有他读哪一科比较好？1999年属兔的。你就告诉我，我只能再给他看一个了。他想学什么了？你告诉我呀。哦，他学那个电脑啊。还有呢？只是讲，他跟我讲电脑，还有他的脾气呢，我就跟他帮他念那个心经，我就觉得他好一点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过去、他过去在你肚子里的时候，你吃的海鲜太多了。哦，是以前不知道我吃鱼，吃鱼很多。哦，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忏悔。哎，现在我都吃全素了，现在、哎、很好啊。嗯，好吧，你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好吗？他也不会叛逆到很厉害，就是一般的叛逆。对对对。哎、嗯，他还是比较孝顺的，好吗？哦。你就让他学电脑嘛，就好了吗？嗯。哦，还有我做梦吗？我见过师傅一生，师傅你要。给我看四个字，我一下子我看不及，只有看到一个字“观花”，观水的“观”呢，是怎么意思的？是就是观世音菩萨的“观”是不啦？我这是观三点水呀、啊。三点水一个什么观呢？然后观音的“观”，但是不要不就是那个边左边是三点水那个“观”了。啊、哦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变左面那个右不要变成三点水的那个“观”了。哦对对对，我就看不见前边、看见后边。就师傅给你看了四个字，但是你就看到这么一个字是吧？嗯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什么意思啊，师傅、嗯？这个就是要你自己要懂了，什么事情要不要太执着啊？听得懂吗？嗯、你很多事情不能太执着的，太执着你会自己会受到伤害。啊、嗯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。实际上，师父可能给你四个字里边，还有一个字，就是让你要静，安静的静。哦、嗯。啊，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字应该也没有这个字的。实际上，这个字就是让你自己要懂得啊，就是应该是像、有点像凡一样的。不是观的，像凡一样、就是那个三点水一个凡呐、就透出啊、透出一种泛红的，也就是说一般的，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放平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太去执着追求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好吗？因为三点水一个见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像凡字。不是三点水，就不是观音的观。边边不是有一个尖吗？但是，观就是观花那不观呐、三点水一个水、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观，你不是说把左面那个右拿掉吗？不是。是不是啦？啊、你搞也搞不清楚。哦、哎。观的观花，好像观水呀、那个观呐、哦，关水的啊、就是开关的关是不啦？对对对，我只是看见最下面这个字，前面三个字我看不见了。就是关哦，就是把它关掉的关是吧？喂，喂。三点水，哎、我听见。三点水一个关东西的关掉是不啦？啊、喂，是那个关头的关呐、就是一关一关的东西啊，啊对啊，关了、就是开关的关，对不对啦？啊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关嘛，就是
一般的来讲，这个音是这个音读玉呀、啊，读玉呀、啊。玉啊、这实际上这个字什么意思呢、哦、就是说人家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哦，你看看看过去说一种信息啦哦、一种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在很多的字面上来讲这个观把它念成，有人把这个观念成读出这个观，就是那个灌，就是把它灌水的灌了，实际上是把它念成这三点水一个灌，这个不对的。嗯。它实际上。这我就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前面有三个字。这个意思很，这个意思很清楚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让你自己要好自为之啊，很多事情你要好自为之啊，不要不珍惜啊。啊。听得懂了吗？你不能不珍惜啊，说明你最近肯定有不珍惜的事情了，听不懂啊？喂。哦，听见。你这个人真的是慢的，真的是，人家老板怎么用你啊？慢的嘞，不讲。慢。明白吗？所以我都一直有念经的，三点水一个关。实际上就是一种遗失，就是要失去，就是想要把这些东西弄完了、没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了、你自己好好修吧，给人家聊聊，给你讲的时间太长了。好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好念啊，脑子不行啊，像讲出来话像喝酒的嘴巴一样的，你看。明白吗？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啊，好，谢谢哈，感恩，拜拜。像这种，如果按照玄学上来讲，如果脑子不清楚的，上辈子投胎也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。Hello。肯定在某一方面受过很多的刺激的。哪一个？喂，你好，师傅。讲吧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讲吧。请师傅，帮我开一个亡人，他的名字叫黎松英，鼓励的黎。松树的松，英雄的英。鼓励的励有没有一个励字旁啊？右面有。有的是吧？有的。叫励什么？励松英啊。励松英，松树的松，英雄的英。松树的松有没有木字旁啊？有的。励松英呢？英雄的英是吧？对。立松英，立松英，女的是吧？对，瘦瘦的。1999年往生的。瘦瘦的，看到了，对的。阿修罗呢？阿修罗啊。我想问一下他，我帮他送了1000多张小房子，他拿到了多少张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不少啊，700多张，740张。740张啊。说明你念的还不错，因为他过去在下面的，很下面的。对对对，我做梦做到他是在下面。在地府。在地府里面很下面的。嗯。硬被你抄上去的。对的，我送了1200张啊。好吗？所以你们现在都会做功德了，都会超度自己家里的亡人，多好啊，好吗？那现在他住的日子好吧？过的日子好不好？阿修罗道。你要不要上去看一看？我。好，好了，阿修罗道，人家的世界不要再去烦了。好的。师傅，再帮我看一下。2008年属老鼠的，他是男的，他开什么？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啊，有灵性在脖子上。脖子上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不多，54。要54张啊？那其余地方呢？其余地方没什么，就是脖子上啊、背上都有。
就是给他小五十四张小号子给他的药精者就可以了，对对对对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的，他是不是有没有佛缘啊？师傅，他有佛缘，嗯，他有佛缘啊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慢慢度他吧，好吧。我儿子他也念是念的，就是说现在好像还可以吧，念经念一点。蛮好，你家儿子长得也蛮好的，圆头圆脑的，蛮好的，嗯。哦，圆头圆脑，他现在很开心了。哎、他说他经常做到鲁台山梦。哎，对呀、啊。跟你好像挺有缘分的。肯定的啦，能做到梦嘛，一定有缘分了。哦嗯、好了、嗯啊、那好，谢谢，我们自己的业障、啊、再不来师傅，再谢谢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谢谢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你好、嗯、哎呦，师傅弟子给你请来，师傅提前为你过年好。啊，谢谢。师傅，我就想问一个吧，69年属鸡的，他这个同修，我就去了一次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遇上个急事，他今天问我叫我帮他，我说你给台长赶快放松，台长菩萨就加持你了。师傅，你给看一下吧，69年属鸡的，好像是种子问题，我也没问清楚。什么问题、啊？给看一下。什么问题啊？他好像是说判四年是怎么回事、啊、因为第一次见住宿问题，住宿的是不是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他就说我才、哎、师傅我有点紧张。哎，师傅，69年属鸡的女的，不是他本人吗？他家里人吗？我也好像他本人，他哭嘛，他说他许愿吧500张小房子，跟人家有纠纷呀，有纠纷，房产纠纷。哦、嗯，你叫他要好好的放下来，很多事情不要去跟人家搞啊，搞到后来就会搞出事情出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有时候太着急，跟人家闹啊弄啊，憋不住啦，骂人家啦，打人家啦，都会弄出事情出来的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师傅知道，叫他自己听录音。我看他是脾气特别暴的一个女人。哦，所以叫他要放下的，不能这么，什么事情不能急呀、啊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师傅，他就这样说这个，他就放松，见佛台，读白话佛法，全部用上了，他就说叫打电话叫师傅给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他跟人家闹了蛮厉害的，听得懂吗？哦、这次是蛮厉害的。你要叫他自己好好努力，因为我现在看好像跟他先生也有关系。哦。他跟他先生跟人家一起闹，他是可能是脾气太暴了，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为房产呐、啊，为这种东西一定要克制的，不管为什么东西跟人家闹出手都是不可以的，听得懂吗？哦。哎。好好的叫他许愿念经啦、啊，争取早一点出来啊，只能这样啊。他师傅还没有进去，好像还在外面。现在好像是还在那见佛台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我这两天我也有打算。你要记住了，这些事情你们都搞不清楚的，搞搞清楚再来跟我汇报。好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也对不起，我话跟你讲了前头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学佛的人要心里要慈悲，不要去跟人家斗，不要跟人家吵，就不会有事情。听得懂吗？好，师傅，所以你这，所以你这些资讯都不准的，哪有可能啊？判刑的话还能在外面啊？哎，哦、你都搞不清楚，你不要在电台里乱讲话。好，师兄错了，我但是、啊、搞也搞不清楚，你写信过来嘛，好吧？好，你们这些人，台长，我错了，我没心思能打通电话，师傅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师傅，我也想问一下，我再问一个，就是属鸡的57年，我自己，我这两天老是心慌，师傅，你看看我那个灵性有没有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再就是秃头颜色。我看你没什么灵性，你是，我看你是真的身体不是太好，你的心脏我看了不是太好。我这两天心慌，师傅。啊，你的心跳加快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，我就希望你打电话的嘟嘟嘟嘟。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啊，师傅，那么我怎么办？师傅，我你没有怎么办，你就是自己好好的，第一要安定，第二什么事情不要着急，听得懂吗？第三要多念心经，多念解结咒，然后呢自己呢不要吃得太油腻，而且呢不要太激动，走路不要太快，慢慢的走路，慢慢的说话，你才能进步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好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图腾颜色什么颜色？师傅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7年属鸡的。57年属鸡的是吧？对。57年属鸡的。57年属鸡的。啊，你这个鸡是稍微有点偏生的，嗯，一条一条有条纹的，嗯。哦。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啊！你的心脏很不好，你人，我看你人太胖了，现在看到你啊，我看你比人家都胖啊，哎。是是是。啊，肚囊么大的不得了，哎。明白了吗？师傅，我的那个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师傅，几年的鸡啊？57年的鸡，嗯，七年的鸡，业障比例26。哦哟嘞，好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师傅，我还想说一下，师傅，我母亲吧一直跟着我，我又梦见我母亲了，师傅。啊，那再给他烧。如果你梦见他就21张了要。好。好吧。好了。师傅。再见。师傅感恩你。我的业障自己背，师傅。啊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谢谢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啊。唱歌啊。好的。喂，讲吧，不是我这个，讲吧。喂，师傅。啊，讲吧。师傅你好。啊，我们的同学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想就是请师傅看一个1978年的女，把她的孩子抄走了没有？78年属什么的？啊，属马。抄都走了，嗯。啊，然后就是一直多年没孕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她老公属什么的啦？几年的？老公是77年，1977年属蛇的。她呢？我是1978年属马。你不要介意啊，我说实话的啊。嗯。啊。好。啊，你们有过怀孕过的？就是有子宫外孕，就怀过一次宫外孕。好啦，看见了吗？嗯，是的。那我们命中还有没有孩子呢？你们两个，我告诉你们，嗯，你们两个就是漏掉很多孩子，我只能讲到这里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再三跟你们讲，一般的夫妻不能这种。在佛法界里边讲起来，平时寻欢作乐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不让他怀孕，明白了吗？但是还是走掉的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过去啊，就是这种夫妻事太多了，所以他真的要生孩子的时候，他生不出来了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师傅，我们已经已经很忏悔了，念了很多很多礼佛，然后也小送小房子，然后放了比较小房子多少啦？小房子还是上千张也有了，然后放生有很好几万条鱼。问题我就讲一句话，你老公相信不相信啊？老公一相信，我们都是全素的。我看一下啊。嗯。现在几岁啦？现在今年是41岁。你知道你宫外孕又弄掉好几个，你知道吗？怀孕之后怎么都不懂啊？
公观音要死掉好几个的胚胎。对对，就为此就是还是念了很多很多小房子的，就是还是有几百张念过的。你呢，命根当中本来就不多，应该有一个女儿，听得懂吗？嗯。你现在硬要求来的话，还会有一个，但是是个讨债鬼，我就不管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会把你家里的钱都弄光的。想请问师傅一下，就是我们多年不孕和就是祖上就是养牛有没有关系呢？有，200%有。所以那我们应该，所以你要念经，一直要超度很多，所以等于你在帮祖上还债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那如果念那个礼佛该如何忏悔呢？忏悔就是说忏悔祖上缺德呀，这个就是没话讲的呀。就是我就直接说忏悔祖上的善业。啊，你不要这么难为情的，他们这个是大杀业啊，缺德就是缺德，我告诉你。那需要念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你先许愿，280张，嗯，然后再念108张，就应该可以了，好吧？还有平时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的话，不要乱来，不要寻欢作乐都不可以了，要没有了，不是要许愿，听不懂啊？好，许愿了的，好吧？对对，都许愿了的。你今天讲的话，护法神都听见。对的，对的，我也是学你，就是记住了。你我看看啊，你大概明年5月份，希望你把这些小房子都念掉。就是今年5月份 ，sorry。好的好的。今年5月份有一次机会，今年5月份，5月20，我看26号。嗯。还有，就是7月13号。好。听得懂吗？懂。还有就是下去要到9月23号，你把这几个时间记住吧。好的好的。就是有可能会生得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不能多讲了。好，但师傅，请帮看一个1971年属猪的男，他有胆结石，需不需要做手术？啊，已经痛了，很厉害了。一吃油啊，吃胆呐、蛋呐、什么都会痛的，嗯。对，他身上也有结石。啊，这个胆的话，他有结石，而且还有泥沙样的结石。嗯，那需不需要做手术？做掉，没办法的。那需要念诵多少小房子和放生多少？你叫他做一个新型的手术，3点，就在肚子上打3个洞，用不着开的。嗯，好吧。好的，问一个1992年的猴能不能留在师傅身边？鱼。92年的猴，可以啊，他有条件的，嗯。有条件的啊。可以，他可以留下来的。哦，请师傅看一个那个，就是帮忙看一个2005年的鸡男孩身上有没有灵性。2005年鸡。头上有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放生多少？65张，嗯。学习上有障碍，该怎样念经？对了，就是啊，在头上你没听到我讲啊。好的。好了，不能问了。啊，师傅，最后看一个莲花吧，很精进的男同修，7391。在，嗯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我们一起谢谢感恩师傅，好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师傅可以看啊、一位老妈妈，34年属猪的女的，看她的健康。健康不好啊。是，她有肺积水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单单肺积水了，她的肝脏也不好啊。是，对的。肾脏也不好啊，哎。是。对，你要叫他现在腿有点肿啊，腿不腿啊，关节很不好啊，嗯。
对的对的，师傅对的、目前是他的孙女帮他念小房子，老妈妈只是念佛号而已，这样师傅他我先把他帮他看看他阳寿还有没有吧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34年属猪的。现在几岁啊？84岁。麻烦，这个大劫，这是一个。是一个大劫。他这个劫很难过去的，他的孙女有把他法会的功德转给他。叫他只能努力吧，试试看吧，因为我看他阳寿已经没了。要给他放生啊，放生啊，阳。有，他孙女有帮他放。但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先念76张吧。76张，好。好吗？将来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将没有注意什么，将就好好的叫他自己好好的修心，求观世音菩萨。因为现在根据他现在我看他的阳寿没有的话，那走也是很正常的。他现在在医院里，如果抽肺积水啊，然后的肝，他的肝脏啊就会要硬化，然后的肺啊就会窒息。他如果走的话，他就是在医院里走掉的，会明白了吗？不像人家有的人睡在家里呀、这个不要太折腾了就走掉了，他这个是在医院里走掉的。师傅他的业障比例有多少呢？很高，很高啊！现在就是激活了呀，不能看。明白。现在业障比例是64。哇，正好我会告诉他的孙女。好吧。正好，好，师傅可以看。叫他做好思想准备，好吧？明白，明白。大概还有半年吧，好，这样放生需要多少呢？放生啊，我看一下。放生看吧，3000条鱼吧，试试看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好的。好，师傅可以看一个亡人吗？叫苏丽华，男的，14年亡生的。苏州的苏啊，苏州的苏啊，利用的利，华人的华。14年亡生的。阿修罗，很清楚。阿修罗啊，非常清楚。需要念吗？还需要念吗？你给他念一点吧，好吧。好。可以看一朵莲花吗？12086，15年新加坡拜师的，病成拜师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12086，12086。哦，这朵莲花你要叫它还没掉下来，快要掉下来了，你叫它赶紧，叫它赶紧做功德呀。有，他有一直在观音堂做功德。好像帮人家背了，他帮人家背了。是他帮他父亲背。背了很厉害，他把功德都传给他父亲太多了。OK， 这样师傅他今年会有劫吗？他如果莲花掉下来，他就有劫了呀。好，这样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多做功德，注意什么？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要感恩师傅啊，师傅请您保重，感恩感恩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